每一份爱情多多少少总会遇到问题，不过也得问题是否严重，是否会威胁到你的爱情。你现在的爱情是美好，还是处于闹矛盾中呢？当问题出现的你是否能冷静去处理吗？能与对方心平气和沟通吗？你会怎样去解决问题？星座朋友，当你的爱情出现问题，你也是怎样应对的呢？好了，接下来我们一起占卜。你当前的爱情会存在什么隐患？从下面四张牌当中选出最有感觉的一张牌，选好了吗？下方查询结果。 A 高塔正位，正位高塔牌代表纷扰不断，破灭的爱，你们现状正是处于争吵闹矛盾当中，遇到一些小问题都能让你们发生摩擦，每次争吵过后双方都是显得很冷淡，也是不愿意与对方沟通。此牌来看，你们的一次次争吵感情也是会被消耗着，你们一直这样下去，小心感情破灭走到尽头。那么需要双方平时多些去沟通，如果沟通不行呢，如何突破改善你们现状关系？添加公众号塔罗占星师 Zoin 咨询占卜。 B 星 B8 正位，正位星 B8 牌代表安稳，它是说明你们彼此的感情处于稳定状态，你们也是挺满意现状的。感情平常生活可能相对枯燥点，各自都是有些忙于事业，一直枯燥无味的，爱情也是不好的哦。双方再忙也要挤出一点时间，两个人多点走到一起，还有制造一些浪漫，多些去看电影游玩等。你们未来感情发展如何？添加公众号塔罗占星师 Zoin 咨询占卜。 C 月亮正位，正位月亮牌代表缺乏安全感，感到不安。最近期你的对象异常举动，对你激情减少，你是不是开始怀疑对方了？是不是经常偷偷查看对手机聊天记录，观察对方的一举一动，也是你的疑心过重。不过怀疑也是正常现象，月亮正位牌说你的爱情很有可能会出现第三者，那么你真的爱情真的存在第三者的隐患了吗？添加公众号塔罗占星师 Zoin 咨询占卜。 D 圣杯三正位，正位圣杯三牌代表喜悦，相持不下。圣杯三来看，你们的感情发展的比较顺利，处于热恋之中，目前并没有什么隐患出现，现在过得幸福快乐。但是也得注意点哦，不要过于黏着对方，有时对方会觉得很烦人，适当给对方留一点私人空间。如何经营爱情才更加美好？添加公众号塔罗占星师 Zoin 咨询占卜。